互唱这样。对，来啊！看谁粉丝数比较多嘛。哇、哦，好像哎、欸，没事，我们叫李荣女儿啦。欸我睡觉的时候习惯整个人躲在棉被里睡，我会整个闷头把自己盖住，然后我唯一感受到的就是明慧很用力的刚好打到我的屁股，然后我就醒来，然后起来才听到音乐。突然觉得我歌好难听哦，因为一早你起床听到这个歌，你会觉得好烦，因为你只想睡觉，觉得是噩梦的一天。我觉得下一关，不然讲鹅玩啊，抓鹅，抓谁抓鹅？认真。他破音了，我也想吃早餐。哇，你们吃的差不多了。差不多啦，今天还没吧？没有，好快。是最慢的人，真的。嗯，猫咪乖吼，借我们一下。OK， 三。他们在跟鹅奋斗，有听到吗？有。哎、欸，我们可不可以那个扶着？自拍。三个都没有养过猫，所以其实也不太知道怎么跟猫相处，就可能我们对猫的方式是我们平时对狗的方式，但是猫就不吃，只是因为我们过程我们好像花了太久时间拍照，所以那些猫就会变得很不耐烦，然后还有一只猫咪直接从我怀里跳走然后绕跑，以为是玩。早有预料，怎么可能这么好让我们出来玩三天，我觉得还想逃离这个地方，可以赶快离开这个地方，因为看到要跑步要去拿早餐，我就还是我不要吃早餐，我就继续睡觉。我觉得心很累。